第二十三课就是功法的弹性了，知道。好，啊，对，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怎么拉这个？这个要。这个第一个音长音呢，用大动作。小音符用小动作，就小音符用这个手指头多一点点，完了，它的动力啊，就在于那个小指头，像扳机那个打枪的，梆梆梆梆梆，是那个小音符给它动力，梆梆梆梆梆梆这种感觉，不要太重，轻一点，对了，啊，注意一个字，敏感，啊，对了。当两个来，不要需要用力，用敏感。当当当，对当，就是静，静中出动。当当当当当，别赶。当当好，就一般都是后来的容易赶，要沉住气，要勒住。我们冲刺的时候冲刺，但要勒住啊，就不会倒。当当当当，机警。当当当当，安静。你注意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黑，你在黑当中放烟花，特别在白天放烟花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动，大家注意动，不过又注意对立面。我常说是个花，大家都喜欢花，那花是哪的？土长出来的，出离屋里而不远的，是吧？这个荷花那么漂亮啊，谁注意它是泥养出来啊？但你首先注意那个，才能长得更好茂盛。啊，就动静动，你要注意安静。所以要注意对立面了。